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。一尊菩萨妙难论，光现金刚。南无本尊台湾地藏王菩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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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八千万劫难遭遇。八千万劫难遭遇。五经见闻得受持。愿界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要来甲各位说明四十五页后壁面算到过来第二段，要讲出着地藏菩萨第一界法愿的经过。既然国内所有人民多做障恶。义王义格讲实方便，这两位国王该以实现要来教育的人民百姓，因为伊的人民百姓有善的，也有恶的，无相信因果报应的道理。因这百姓虽然有着圣王化世。同款嘛是真侪伫咧做即个恶业，所以唔带引起来即两位国王要来发即个愿，要来修即个行。那么第一个国王，一个国王呢，伊所发的愿就是为着人民百姓着想。所以伊叫做人王。那么人民就是国家的财产，所以人民就是国之本啊，民就是众生嘛。天地生人，所以呢，外表较粗鲁型，啊，毋过呢，中心真纯。所以咱人。可以说混沌初开，开天，这个开天之天，所以叫做天民，开义之人叫做凡人，所以我们叫做人民。那么人民就是在指百姓，啊，我们如果不知道行善，为了生活每一天在做恶，要做什么恶？叫做障恶，障恶就是咧指啥？指十恶。因为咱师父吉祥吉祥经内底讲，讲既不烧香、燃灯拜佛、行怀好意、真非骂利、恶口即言，又不虐灾杀生、触手，不敬佛经。六病者便何无私破门改造，事事事邪神，处将宿行恶道中来，现世罪人，数日年劫必可入地，国库不可言，皆由积恶积行不善。
什么叫做金明不善？一般若无学佛的人，伊每一天的生活，就是亲像这个经内底讲的，《吉祥经》内底讲，也都唔烧香、蛮拜佛，也嘛无相信因果，只干那相信命运。所以呢，混命运，不管是倒一个怀疑，也都互相责难，甚至会嫉妒人的成功。也嘛无爱持斋，嘛无爱念佛，逐工拢是咧杀生害命的罪。也不但无要尊敬佛所讲的经典，那一旦破病呢，啊，就去问神，啊，就去问八卦，啊，就去祭鬼神。那么这种行为呢，叫做邪信。为什么你今生会这么顺利？因为你宿世行恶，所以在恶道中拄拄啊来到阴道。你来做人，虽然你无做啥物歹代志，毋过呢，你拢袂顺。这就是啥？依报。依报就是讲，你过去所做的恶业留落来，还阁应该爱受淡薄仔苦。你袂使怨天，你袂使尤人。如果你做人呢？阁唔收，因为你还阁有淡薄啊，这个业留掉嘞。你继续阁做恶，安尼你死了嘛是阁对三途落去啊。你嘛是还阁去用拍，还阁去用刑，所以爱受到迄个残酷的刑罚。这拢是累积恶业落来，都是你恶心恶行所造成的啊。咱世间的人。信佛的人，伊当然伊知影因果，伊唔敢去做歹代志。但是有个人，嘛是有咧拜佛，有咧烧香，有咧食菜，但是呢，伊口是心非啊，嘴呢讲伊咧拜佛，其实伊个心地嘛还阁作歹，无恶不作，什么代志嘛敢做？什么话嘛讲会出来？敢有圣人？所以你讲，今仔日你受过戒，受过五戒菩萨戒，你是不是一个呢？又不修又不疑，亲近三宝的这个善男、善男子、善女人？不过呢，为什么你会互甲你斗？为什么人会甲你看你袂起？你一定还佫有缺点的所在吗？咱若无受戒。讲是初学的，既然受了戒，咱就要深入，唔通阁徛伫个门外。啊，所以咱若要修，当然贪嗔痴要先修啊。贪嗔痴若无先修呢，人看咱袂起啦。咱讲话呢，咱嘛听袂落啦，对无？足简单的一句话啊。啊！你拜佛拜到安尼，啊！你拢唔是伫原教师咧听师傅讲经，啊！无你卡遮贪心嘛！啊！你叫棺材叫拨啊！迄落呢六合彩叫签嘛，对无？啊！你从即句话拄落时啊，是要安怎搁再讲话人送要听你啦？啊！你讲得偌好啊，地藏经偌好啊，啊！地藏菩萨偌好啊，啊！好甲安尼，卡会无拄着你啊？啊！怎样闹开啊？真正举低头，甲谁讲口遐，对哇？啊，谦虚的，啊，一声就去用度死啊，啊，搁要安怎度人啊？所以咱若信佛拜佛，莫讲行习恶业啦，小小看看贪嗔痴，若改会掉吼，咱就真正就有改变啦啦，啊，唔通吼。金刚对禅，金刚观内底讲的讲，口内滔滔念念道啦，心内因果是树干歌啦。参像这种的，那是呢，假使拿安尼来讲啦，你若磕破跳，这个呢头壳呢也多言啦。你拜了头壳讲破嘛是无效，所以咱
拜佛，什么叫做十善，叫做十恶？看咱的贪嗔痴就可以知影。你这个人啦，佮作贪嗔痴，就知影讲哦，啊，你实在有影，真无修。所以一个人的贪嗔痴啊，下的你，就知影讲这个人真正业有较轻啊，无重钱，佮无重名，佮无重利，这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哦。所以经典讲讲，甲咱讲啊，讲为人弟子，当孝顺以贤师，心莫记恶以向师。恶以向师是恶以向佛、向法、向比丘、精尼、向父母、母婴，天所不服，地所不载。各位，你看要来哦，咱做人的弟子，就是讲你有皈依。你应该爱友好着你的师父，你的师父若是一个好的师父，你千万爱谨慎，唔通呢用恶意去骂你的师父。你若呢恶意骂你的师父，就等于啥？等于呢骂佛、骂法、骂所有的出家人，等于呢是咧骂你的父母无教养。参像你这种的人，才恶意，你又要拜师，又要骂师、恶师、混师、嫉师，所以天不饶你啊，地嘛不爱宰你啊。天唔甲你砍，地唔甲你宰，安尼你是唔是？你爱走就倒去，爱退出去啊，你都无效啊呢。所以讲，末世。诸恶人辈，不忠不孝，没有仁义，不顺人道，摩舍比丘世所之中，但念他恶，不住之恶，即行道善，敬上祖怀，不念行善，恭敬即行，既不能为修，毁败人，断绝道义，令不得行贪欲。无宿多求利益，积财自丧，祸财渐多，四堆恶处，大年夜中五鬼畜生。各位，你咱无法时代，就是这个时阵，咱的人呢，歹，真歹，不忠，不孝，无仁义，不顺人道。这真正呢，像魔的世界的这些呢众生，念头迄个恶的念头拢无咧止，佫到嫉妒，对无？你家己唔骨力谈，看到人好嘢，又要共恐吓，又要共绑票，对无？看到人生理会做一，就要去共呢，去共拉拉杂杂，害到这善良的人无头路通做。所以呢，你这种的念头呢，叫做恭敬，恭敬就是恭道。你道行，你袂当呢，你做这款的代志，就是败坏人，断绝人的道义。所以你袂当让人呢好好做工课，你害人，你求，你为着多求利用，你积财自丧。所以你干那为着钱上高，你呢道德心真薄，这款的人死了一定爱对着大地角内底去受，搁再去做鬼，搁再去做众生。所以各位，什么叫做恶业呢？恶业，做人的地主，如果那不好，恶意。向师父连带佛法经三宝拢在来，连父母拢在来。所以这就是恶业啊，就甲做甲害死人，甲叫做恶业吗？对不？这种不孝不顺的人，天地鬼神都袂饶伊啊！所以世间足侪歹的人，伊恶行，伊逆天，伊不孝，伊不忠不义。所以亲像这种的人，恶甲亲像啥？亲像鬼。亲像魔咧乱世，所以人心的恶念，拢是为家己好，
拢别人歹，时常先去嫉妒心，要破啦害人的这个善事，伊家己做袂到，伊嘛要诽谤别人的善行，伊自己无要修行，伊嘛要阻碍别人的修道。就是讲，出家修行，心地那是无道业，内心那是有贪欲财色，那呢呢，甲世俗人差不多，只干那要求财利，要欠足侪钱财，也无道德。啊，道业呢，早就已经丧失，这种人叫做重看重钱财，看轻道业。所以自己呢认为讲，伊所做诶则是修行，伊逐工则辛苦出去看无，就是修行。所以伊毋知影啥物叫做出家修行。出家容易好财，那么无形中做下着恶业，死了后必定爱堕去三恶道，大年年中去受苦。所以今仔日呢，咱看到这两位善王。咱会联想到世间所有，为什么有这个善王？人民百姓还佫袂晓想要修仙，还佫唔知影通因果可怕。所以你看人做国王的人，伊愿意用实现法要来利益国民，但是人民百姓还佫有人会当接受，佫有人佫袂当接受，更加做恶业啊！所以这两个国王为着安尼，唔但呢互相参详计划，要用什么方法来如何来恐吓，设这个方便来度这的这个作恶的众生，来救度这作恶不善的人民百姓。这两个国王安尼做法叫做啥？叫做军师之教化，军甲师。君是国王，师是老师，又是国王又是老师，用这一心性要来教化众生，这不是菩萨，不是什么款人，肯做到安尼。下面咱看一王发愿造成佛道，当多是辈，令世无疑。一王发愿六不生多罪苦，令世安乐得自菩提，我将未愿成佛。要讲出法愿度众生的经过，这两位国王，因为伊不忍心众生造业，所以升起慈悲心，发了这个大愿。也伫《大智度论》讲，成就众生有两种，有自己成就功德，然后才度众生的。有先成就众生了后，甲家己去成就功德的。今仔日咱这两位国王，因法官正正拄啊，甲这个《大智度论》所伫咧讲的，这个理由呢，同款。也众生度众生的根本，要来空化这个道化，这就是咱法官成佛。那么经论内底讲，讲一个人出世，哦就是呢，出世就是有真侪人会当得道，都会当呢来饶益，这就是佛。那么会当来成就道人呢，这就是呢，这个人咱就是咧只要度这恶业的众生，使令因呢会当呢弃恶从善，安尼功果才当完成。啊，这就是要正正要讲出讲。为什么菩萨伊会发愿，伊会当升定正觉？伊就是有做这个工课啊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讲咱呢，会安尼想想讲，自己若还未得道，先度众生，这就是菩萨心。所以人呢想法各人无同。有时阵你讲，咱出家了后，都爱好好勤学。啊，就爱去教化众生，爱度众生。有的人呢，伊就会安那甲你讲，啊，你家己都还未解脱嘞，你家己都无度啊，要搁度人。这款的人，伊咧讲的话嘛是对啊。搁另外一方面的角度，你讲，
今仔日咱出家修行，就是咱家己无阿未多，就是咱捌偌济，咱先来度人，人若会当得度，咱慢慢啊，咱才来得度，嘛不要紧。这嘛是对啊，就是因两个人所讲的话啊，对哇。一个先来度人，咱唔免急啊；一个先呢，先富了后，再过来度人啊，这拢对啊。所以大智度论讲啊，讲佛说我以清净天眼见诸众生，施处善彼，虽善恶业，受诸果报。我今应先度脱罪辈，令得无上涅槃之乐，令使众在生死世中不愿生定正觉。这就是佛法愿。用伊的天眼来看众生，看到众生呢，生死轮回。拢嘛随这个善恶的业伫咧漂流啊，去受果报啊，所以佛的慈悲啊，要成道者呢，罪辈啊，或者众生呢，拢会当成道啊，而了伊证得无上涅槃呢，所以伊甘愿当年探天伫这个生死的内中去度人，这就是呢，伊所发的愿啊，伊今仔日呢。所作一般才会当成定正觉啊。那么由此可见，这两个国王因所发的愿，正正就是啥？发精纳之私心，将大悲以复燃。这两句话，看到众生的善恶业，随着善恶业伫咧漂流，伊就发一个呢菩萨心。用这个大悲心，所以伊嘛对众生去六道轮回啊。咱的佛，释迦牟尼佛，伊的过去行菩萨道，伊所修的三大二经基劫，都是这个行啊，大悲心嘛。所以拢赴这个困难的所在，伊就出现啦，伊就去救度这些众生啊。那么有这些众生的苦难，叫菩萨出现啦。今仔日那众生，大家拢得多去，无菩萨啦，无得看菩萨啦。因为大家拢得多啊嘛，那着个菩萨来多。今仔日就是乱世，你才有发现到英雄。今仔那太平年，都无英雄咯。对，太平年大家都是安乐啊，较有啥物英雄？英雄甲无英雄，咱看会出来。今仔日就是乱世，所以你才有发现到讲，这个乱世中间有人要来救咱，有人肯为咱牺牲，哇，这就是英雄。所以各位，咱看到这两位国王，伊所发的愿，当然。咱佛就是会继续甲咱讲出讲，这两个国王，伊的秘密伫倒位？这两个国王有啥物款的这个内容？各位，咱时间的关系，这两个国王伊的秘密，留咧后日呢，较来揭晓，再来甲恁讲。下面，咱就来回想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地藏菩萨，